好啦，又到今日 Q&A 時間啦。咁啊，今個禮拜又不多不少啦，我覺得啲問題 OK 嘅，係唔使太吃力咁都答到嘅。我好似個禮拜喺度報時咁咧，今個禮拜咧，唔係即係報嗰啲股票咧，今個禮拜個景幾好，今個禮拜個景唔好咁嗰啲啊。不過問題之前，我又要重複我哋嘅説話，即係如果大家咧有咩？有咩想問我哋咧？咁咧，我建議大家咧，最好咧就喺翻我哋任何一條 Q&A 嘅 video 下面 YouTube channel 嘅下面 comment 嘅位度發問，咁啊，盡量避免喺翻我哋嘅 Facebook 度問啊，因為 Facebook 我哋好多時都會 miss 嘅，咁係啦，咁所以就係啦，咁我哋都係講嗰句啊，每個禮拜都要呼籲下各位嘅，唔該曬，係唔該曬，咁啊問問題啦，咁啊第一題。春 Kid One 咁啊，問下哇，好多問題喎。咁啊，第一題啦，就問其實咧拍片即係旅行啦，又拍片又要影相啦。咁第一部機出去嘅時候咧，咁但係 Sony 咧，佢就覺得咧，因為佢用 Sony 機嘅，咁佢就覺得 Sony 攝同錄咧呢兩拍 setting 咧，即係好似唔係可以好獨立咯，因為佢又好想咧就話影相一個 setting， 拍片一個 setting， 咁想。想問一下，即係出咗嚟點樣咧？即係有冇辦法解決呢？咁樣，不如佢有幾題啊？不如逐題答啦，答咗啲題先啦。好 ，A7R3 呢部都係。係。咁 check 咗啦。其實咧，擰去video mode 咧 ，set 好多嘢咧，擰翻 M mode 影相 mode 咧，就唔會撈埋噶啦。譬如咩你講咩 PP10 嗰啲咧，完全冇關係噶啦。係。所以就你擰去 video 嗰陣時先 set video 嘅嘢，擰翻去影相先 set 影相嘅嘢，咁就冇關係噶啦。係就唔好話，因為佢獨立影即係影相 set 打同埋 video 個掣。即係可以影影下相，突然間個 video 掣噶嘛？係啦，咁你就會錯誤地覺得係撈埋一齊，其實可以分開嘅。係，即係你因為你影緊相喺影相 mode 嘅時候撳個 video 掣咧，佢就會真係會跟翻影相嗰陣時個 setting 啦。但係你其實將上面嘅 dial 扭去 video mode 咧，咁佢就真係要一個獨立嘅 video setting 啦，咁樣咯。咁所以就要要好好利用呢樣嘢啦。係啊，撳住粒掣轉喎，記住。係啦，新機冇嘅。OK， 好下一題啦。咁啊，其實 PP 啊 ，picture profile 啊 ，setting 入面咧，可以更深入咁樣有啲設定啦。咁但係咧，即係佢覺得咧，可能S-Log 啊嗰啲咧比較 flat 啦。咁但係有冇辦法咧可以 set 到咧，就係話又唔好咁 flat， 但係咧又保留得翻個後置空間咧咁樣。係好矛盾喎、啊！你咁樣講真係。你保留到即係冇咁 flat 又係咩程度呢？嚇、咁後置空間又咩程度呢？這個就係好矛盾嘅對話嚟㗎啦。咁唔緊要嘅，只不過我哋嘅答案解釋嘅聽，你咪將唔用 PP setting， 咁咪將個 contrast 同埋 saturation 減少少，跟住咪都有後置空間啦。拍 video 嗰時，就係咁啦。OK， 咁啊最後一題啦，咁佢就話咧即係佢覺得啦，即係佢可能都。春傑灣又睇好多網上面嘅評價，加上佢自己都係覺得啦，咁 Sony 啲機咧功能好多啊，但係 menu 咧就嗰啲設定咧就好鬼煩啊。咩太多設定？係啦係啦，唔係佢有陣時係好唔 user friendly， 即係佢俾咗個例子嘅，例如就咁防震個開關啦，明明只需要撳一下開一下關咁咪得㗎啦嘛，但係咧佢都要搞到咧，就係話你要撳咗個掣，跟住又要撳翻上下去揀開關，跟住再撳確定咁樣，即係佢話呢啲情況啦。咁跟住佢問我哋有冇辦法咧可以收到風咧，即係可唔可以改善到呢啲問題？即係 Sony 方面有冇呢啲機會可以改善到？連最重要的問題是改咩話？改翻個 time lapse 出嚟咧，都冇嘅。你睇，如果有留意網上片段，好多人要求喂，俾翻個 time lapse， 我冇啊，冇咗。呢啲咁重要嘢都冇。其實呢啲開關仔咧，其實對 Sony 嚟講只小事，即係隨時唔理嘅。所以你唔需要擔心啊，或者唔需要寄望啦嚇。其實我咁諗啦，因為首先你話我哋有冇機會求證咧，就肯定冇嘅。係嗱，簡單嚟講，即係每一個品牌咧。可能他哋有一個設計嘅團隊嘅，其實嗰個設計團隊咧，佢哋可能都有會收集意見嘅，會收集意見，但係咧，佢哋通常都好跟翻佢自己嘅設計風格，即係收集還收集，即係
佢聽咗唔一定要改嘅嘛，咁樣嘢嘅。係啊，咁我亦都知道咧，其實Sony 嘅日本嘅開發團隊咧，係真係有包括香港在內咧，即係佢嚟特登嚟到香港聽香港一啲佢哋select咗嘅攝影師嘅一啲對啲新機嘅一啲意見嘅。咁但係到最後，因為我又不知道他們發表過什麼意見，不知道的嘛，那就你說他們意見接受跟著那句明白是的，那都是那句，他可能他的團隊的風格就是喜歡這樣，是的，所以就可能都要等他們自己，即如果全世界太多意見，太多相近意見的時候，可能他都會聽的，是的，但是大家一直都保持給俾多啲意見佢啦，係啦，咁樣只可以咁咯。好，下一題啦，咁啊 ，Danny Wong， 咁就問啊，本身用緊 A7II 啊，咁有支 kit 鏡啦，再加支16-35，應該係四光圈嗰支啦。咁啊，想買 ND filter 嚟玩一下長毛喎，咁但係咧，佢聽人講咗廣角鏡咧，買 filter 要買大一個 size 喎，當然要嘅黑角喎，咁所以問下我買77ND filter 啱唔啱咧？咁另外咧，佢有兩個選擇問我哋意見嘅。一個選擇咧就係話買一塊 ND 16加一塊 ND 64，咁就可以當即係搭埋之後就相當於 ND 1000啊，咁樣用啦。咁另外咧就有第二個選擇咧就係買一塊 ND 8再加一塊獨立嘅 ND 1000咁樣用咁樣。佢咁樣做法，收翻頭先嗰句，其實咧你唔使買大嘅。因為 ND 其實黑角咧呢支鏡本身有噶啦，送咗噶啦，你唔知啫，即係你可能冇咁覺啦。同埋黑角出現咧，其實係關乎於嗰個入射角度嘅。咁你如果正中間咧，譬如塊 filter 咁厚啦，正中間入射角度經過 ND， 即係經過塊 filter 係咁多嘅距離啦。但如果去到邊角位咧，彎過又是彎過啦，越斜嘅話咧，佢經過 filter 嗰個距離要咁多，仲要經過好多。減光的粒子會多了，所以邊個位係暗角係一定會發生嘅。咁跟住導致到你跟住呢個情況就係個選擇就係ND 16加64啦，就更加唔好啦。因為你兩塊 filter 更加容易個嗰、那個經過密度嗰個距離會更加長啦，所以都建議用一塊嘅。係，所以都係揀第二個啦。係啦，用 ND 8就不要同時用 ND 1000，咁啊個黑角更嚴重嘅。但係當然啦，依家嘅數碼嚟講，好容易解決呢個問題咯。係，咁誒，不如我都答多少少啦。咁第一就係話買大一個 size 避免黑角咧。其實我覺得呢個要視乎個別鏡頭嘅。咁呢支就唔使理佢噶啦，因為你買就揀超薄，唔好揀即係有啲咧個框啊，即係其實個 filter 框。厚有啲厚啲，有啲薄啲嘅。你買啲講到明薄嗰啲先得，因為點解話有黑角咧？咁阿 Colin 講嗰種咧，就係嗰個本身係啲鏡片，因為你 Y angle 造成嗰個入射角嘅問題咧，而造成佢側望到即係側跟嘅嘢就跟側跟嘅景物啦，個入射光就少咗，所以就會出現一個黑色嘅孔咁樣啦。即係個邊位會有，但我講嗰種咧，就係咧直情影到塊 filter， 係啦，影到塊 filter 咧，咁梗係唔得啦，即係直情影到個框啊，所以嗰個嗰種係死黑嚟㗎啦，冇你事後都教唔翻㗎。咁但係如果你特登買大嘅 size 咧，出現就會有機會出現一個問題，就係你因為你買個 adapter 㗎嘛，其實 adapter 可能好厚，都有厚度嘅，都有厚度，咁甚至乎可能佢仲厚過你個。filter 個框，係絕對厚過薄 filter 個框嘅。係啊，咁其實你出現呢種遮掩，因遮掩而出現嘅黑角嘅機會仲大，係所以就唔係好建議啦。咁另外第二題即係下面嗰度問嘅咧，咁我補多少少啦，因為佢第二題問，即係佢第二個選擇係 ND 8加 ND 1000，咁我都建議係分開用嘅意思係咪？係，咁我。即係我都建議係咁樣做啦，即係唔好話貪話一塊16加一塊64可以當1000用啦，因為都會出現我頭先講嗰個問題，就係直情影到個框啊。係啦，咁但係咧因為佢下面補多少少啊，即係咁 ND 8同 ND 16係咩環境用多嘅？咁即係可能諗住減少少嗰啲啦。咁其實咧
因為減三級和減四級啫嘛 ，ND 八同 ND 十六，通常是在好光的環境，你想用大啲光圈的情況之下，你加翻上去，即係等你不用話收光圈，因為有時響好光的時候咧，你部機可能四千一分一塊門，甚至八千分一塊門，都即係都唔可以容許你落到即係開盡個光圈嘅。或者咁講啊，你係 daylight 底下要夾閃燈用，又要大光圈，咁咪要加 ND 咯，要六十八同埋十六都好夠用嘅。係啦，總之就係話你需要大光圈的時候用的，但係當然 keep 翻住大光圈。係啦係啦，但係你 ND 一千嗰啲當然是晚快門用啦，大概係咁咯。係啦。好啦，下一題啦，哇係呢位我中意喎 ，Angel Baby 啊，佢都冇問題 ，Angel Baby 都冇問題。係多謝你支持啊。咁啊，咁啊問啱啱入咗富士 XH1 咁又買咗四支鏡咧，十六、三十五，我諗係五十或者五十六啦，即係冇五十三呢支鏡嘅應該，仲有支九十。咁啊，請問啊，第一就係話好，佢覺得支支鏡入面都好多塵喎，仲要係話次次間間店都知喎，請問可以點搞咁樣？呢個冇得搞嘅，因為佢係生產嘅時候嗰個防塵做得唔夠好。係啦，個無塵空間係有塵嘅。係啦，係啦，咁就但係我嘅見解咧，就係應該係一粒粒貨嘅。即係如果你唔係咁急買咧，可能下一粒咧。秋天多啲塵係嘛？係。咁我。因為你講的鏡頭咧，其實我全部都有曬嘅，咁係得支九十咧。誒，支九十我買的時候咧，即係某個商場咧，佢咧好明顯成個商場咧得四支擺咗喺度啫。我全部開過曬嚟睇嘅，即係點解咧？因為我真係開頭一開出嚟，哇！嗰點塵手指咁樣，真係買唔落手。咁佢都俾我換，咁即係俾我揀過第二支咁。到最後我揀一支真係冇乜塵，但係其實那個商場剩翻個當時剩翻個幾支咧，就全部都有好大點塵喺度，好明顯嘅。咁所以就有乜搞就冇噶啦。咁你你攞翻去抹，可能因為咧有陣時咧係鏡組同鏡組之間啊，即係鏡片同鏡組片之間有塵嘅話咧，嗰、那個成個鏡組咧，如果你有咩事發毛嗰啲咧，係成個鏡組換嘅，佢都唔會話幫你拆開抹中間嘅，因為佢哋都抹拆唔開嘅，所以你就算攞翻廠都未必有得搞嘅，嚇，亦都未必幫你搞，咁所以就買嘅時候揀都好啲咯。但係如果有嘅咁其實又唔係影響個光學嘅，影響心理質素，影響你自己嘅心態嘅啫。咁多錢買支有情嘅鏡，我搞錯。係啊，係啦，所以。有冇得搞？冇得搞，係第一。咪要搞掂自己心理先咯。其實啲塵會影響質素好多嘅。唔係另外一個大影響就係你二手放出去嘅時候。係啦。即係如果有影響呢度咯。人哋買唔買啊？人哋會去哇平啲咯。或者扣唔夠你錢咁樣係。OK， 咁啊下一題啦。咁啊如果淨係用定焦揀啲四支啱唔啱咧？有冇必要再買咧？話呢個真係完全係我親身，但係我親身經歷嚟嘅。你覺得點啊？因為我最初。我啱入富士嘅時候咧，最初都係買咗啲四支 ，exactly 係啲四支嘅。咁犀利，咁啱啊 ，friend 喎。咁、就你話夠唔夠用啊？我收尾有個感覺係好似中間爭支廿三嘅。嚇！因為十六同三五中間跳咗太多。三五係嘛？相當於三五啦。咁你個感覺係啊，係十六又好似歪得滯，三五又好似長得滯咁樣。我嘅攝影經歷可能同你調轉啦，因為。當年三五平啊嘛，咁三五就一定有噶啦嘛，咁三五我係少用嘅，跟住之後就其實針對用翻廿四，即係依家十六，咁其實十六三五其實即係 XF 十六、XF 十五、K 三五咧，其實我覺得夠用嘅。即係唔係呢啲學你話齋都個人嘅，人經歷係唔同。但我自己嘅經歷就係我都試過，硬係覺得中間差一支。爭廿三。嚇！即係其實都唔好話呢個位啊，就算五啊六同九十中間，你感覺都係差一支嘅。係啊，咁係咁而其實好多專業攝影師都係齊曬所有定焦 range 嘅。係啊，咁但係冇所謂嘅 crop 相咯。係咯係咯，依家像素咁大，又唔係全部放大相。幾萬像素你 crop 點都 crop 定千幾嘅個。佢二千幾萬像素係可以放咁大嘅喎。係咯係咯，所以我覺得唔好，因為你再買得多咧，你都未必帶出去嘅。呢個都係事實。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可能你都係最後都係帶你四支出去嘅。嗯。係啊，咁所以就唔係必要，但係。有時咧，我成日都話啦，買嚟氹自己開心，同埋係啊係啊，啱噶。你有新嘅器材喺手咧，刺激個佢係刺激你創作，兼且刺激你出多啲去影相嘅。係啊，冇錯。係呢個係好現實嘅問題嚟嘅，
係，所以有冇必要買咧？咁你有閒錢咪買咯，因為唔係好貴啫嘛。係。係咯。係啊。OK， 咁啊，第三題啦，咁又問啦，你有咗呢幾支鏡喎，會唔會即係如果想為咗方便買多支16-55啊，會唔會好無謂咧？咁我哋意見啦，呢個。唔係，買呢個 range， 即係買個 zoom 鏡係唔無謂嘅。但係好似話好大支係嘛？呢支相對大支嘅，因為佢恆定 2.8 嚟嘅。我平日買鏡的位置就係定焦鏡買好少少啦 ，zoom 鏡買差少少啦。咁你先至有一個好大嘅因素，喂，會諗到用邊支鏡係一個先決條件。如果你支 zoom 鏡都好高質素嘅，咁你為乜會更加難？為乜事要戴定焦鏡咧？咁但係呢支係好質素噶嘛？咁你咪調轉。可能你用慣了之後，就會放棄曬所有定焦鏡。其實我覺得佢呢支靚過G35添嘅，即係如果光唔計光圈，因為佢係2.8啫，咁35個 G 都係1.4啊，始終都即係大咗兩級。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下佢G18-55啦，又平又輕便，即係你帶埋出去都仲得啊。其實係咪你咁樣多有因，你一定要帶G16咯？係咯，咁所以。即係如果因為我咁你都係玩，暫時都係講緊玩嘅角度咧，就未必需要，因為你帶咗呢支咧，真係另外幾支你真係未必拿出街嘅。係啊，有啲負擔嘅咁樣。亦都，但係呢支本身有大支喎，有陣時調轉啦，你真係想輕便為方便為輕便嘅時候咧，你又覺得呢支重得滯喎，咁樣有冇選擇？係啊，所以試下考慮支18-55啦。好，下一題 ，Sam Low 1516啊，咁就。喂，有幾個問題啦，咁啊第一條問題啊，咁啊應該都係講 Canon M50 啦、M5 啦、200D 啦，同埋咧 Sony A6300揀邊部好？咁佢想話對焦快又想拍片，咁最好 DR 好啦咁樣。咁即係佢問咗幾個問題，我都分開回答咗先啦。咁啊答咗呢題先啦，咁就話我如果你話。最尾嗰、那個最嘅最緊要係最尾嗰句，最好 D 後好嘅話咧，認真講都係揀翻 Sony 啦。係咯，係咯，我都大力推介6300噶。但係其實6300嗱睇你拍唔拍 4K， 佢拍 4K 好容易 overheat 嘅，呢個就算即係全世界都知㗎啦呢件事。咁但係如果你唔係拍 4K 咧。OK 嘅，update 個 firmware 咧，唔係 daily data 咧，好好多嘅已經。OK， 係啊，係啦，咁所以冇乜問題嘅。咁但係如果即係個重點，就咁擺 DR 嗰句，因為你話對焦好咧，其實呢幾部我都覺得唔錯嘅。唔錯㗎，已經。係啊係啊，即係冇話特別差。咁但係都係嗰句啦 ，DR 好就應該都係揀翻630咯。好，咁啊第二條咁就問啦，點解 Canon 嘅 APS-C 係要成1.6？Sony 又走去成1.5嘅咧，成1.5唔係淨係得 Sony 啊，基本上大部分都係成1.5嘅。嚇，有啲1.6，有1.7，有1.5、1.53，好多款咩都有。係，只不過統稱嘅啫。呢個係啦，其實簡單嚟講就係 APS 本身係即係正如好似話35mm，即係或者35菲林，其實都大家都唔係話。嗰、那個都唔係真係35mm嚟嘅，係啊，只不過係一個標準啦。咁但係其實每間廠咧開發出嚟嗰、那個 sensor 咧，其實都唔係話 exactly 係嗰個 APS 嗰個 size 嘅，即係可能都有少少差距嘅。所以變咗你會見到有唔同嘅，即係食出嚟有唔同，但係佢哋都話自己 APS-C 咯，係啦，係啦，甚至乎色碼咧有啲1.7嘅喎，係啊，咁嗰個都算係 APS 嚟嘅，咁但係因為嗰個係大家都係照住真係 APS-C 嗰個大概嗰個標準 ，Canon 有個1.3添 ，APS-H 添，係 APS-H 嗰個叫係另一樣嘢嚟，好多款嘅，係啊，咁即係 APS 有好多款嘅本身就，咁但係就點解會成1.6同1.5就主要係佢自己。開發的時候，尤其是跟初代啦，佢最開頭開發出嚟嗰粒 sensor 係咁多，咁啊以後都係跟嗰個標準咯，佢自己咁樣。OK， 咁啊第三題啦，咁就問啦，點解 Canon 又有 EF 又有 EFS 係咧？同埋點係咪話EFS 用落 APS 機咧就唔使減光圈 ，EF 就要嗱？首先不如答到後面先啦，後面我諗你係有少少誤解咗無論你用 AFS 鏡頭定係 EFS 同埋 EF 鏡頭擺落部 APS 機度咧，
都係冇唔會有減光圈呢個問題嘅。咁可能你搞亂咗，因為有一啲增據器啊，得下乘咗1.4嘅，要之後咧佢要減一級光圈嘅，兩倍嗰啲要減兩級添。嚇，呢個係光學嘅問題嚟嘅，咁就唔關個 cop 事嘅 ，APS 係個 cop， 係啦，只係 cop 最上嘅啫，係啦，唔會影響光圈嘅，係啦，係啦，係啦。咁至於問點解 Canon 會有分 EF 同埋 EFS 嘅鏡頭咧？咁其實咧 ，Nikon 都有分FX 同 DX， 係啊，其實同一件事嚟嘅，就係話咧，其實即係唔好話咧 ，Sony 都有啦 ，Sony 有 E 萬同 FE 鏡啦，嚇、啊，就係話佢。支鏡頭設計出嚟嘅時候，個成像圈係只係貨到 APS 細啲噶嘛，佢個成像圈就啱啱只係 cover 到 APS 嘅，就 cover 唔曬成個 full frame 嘅，咁佢就會有一啲鏡係咁樣，因為嗰啲鏡可以做得細啲、細緻啲啊。咁但係Canon 嘅 EF 同埋 EFS 有特別嘅，就係話 Canon EFS 嘅鏡頭咧係用唔到落去全片幅嘅機度，係塞唔到落去嗰個全片幅嘅機度，頂住嘅，頂住嘅。咁而事實就係、是、Canon 咧係第一間推出 APS size 嘅數碼鏡頭先嘅，咁佢就做咗呢個決定啦。可能咧大家即係好多用家都譁然啊，喂你連俾我揀都冇得揀咁樣。咁咧之後出嘅其他牌子之後出嗰啲咧就會有個叫 Crop Mode， 係啦。咁你將啲 APS 嘅鏡頭擺落去 full frame 機度咧。佢就會自動入咗個 crop mode，crop 咗 APS 嘅 size 噶啦，咁樣咯。咁所以就淨係 Canon 就零零舍舍會有呢個唔兼，即係用唔到嘅情況，其他品牌都用到嘅。好，最後一題，今個禮拜最後一題啦。Brian Lau 咁就Brian 就話係攝影新手嚟嘅，咁就話最近買咗 A73 kit 喎，咁啊。最近就買埋支24-105添，咁啊，咁佢有朋友就同佢講話加個 filter 安全啲喎，咁其實 filter 有乜用咧？咁如果24-105又配咩 filter 好咧？咁樣 filter 好緊要喎，咁貴支鏡，唔係其實因為支鏡貴咧，如果刮花咗咧就要整咧，或者咪貴啲咯，咁咪好慘咯，咁貴支鏡要整，咁咪安全啲咯，咁。係咪？係咪咁答應該？應該嗱，我諗個 concept 講得清楚少少先啦。嗱，加塊 filter 安全啲嘅意思就係話，加一塊保護透明嘅保護 filter 擺喺個即係扭上去支鏡度啦。因為你前面咗嗰組玻璃咧，以往啊，尤其是以前咧，嗰啲上面有 coating 又成咧，好容易甩㗎。即係好易刮甩，好咁嚟。所以咧嗰陣時就一路大家都會話。加多塊玻璃喺前面，咁刮花都係刮花嗰塊 filter 啫。係啊，咁啊冇咁容易刮花我支鏡頭，真係嗰支鏡頭啊嘛。咁樣呢個都係事實嚟嘅。咁但係隨住近年咧啲新嘅塗膜技術咧，防塵又防塵啊、防污啊成咧，咁就其實就冇咁容易整污糟或者整花㗎啦。咁但係大家都買個安心咯。係啦，咁我亦都有啲朋友就係話都會。唔特登唔落嗰塊保護性嘅 filter 上去，俗稱裸跑。係啊，俗稱裸跑，即係話，因為佢點都係多，即係所謂多過香爐多隻鬼啊。係啦，即係你點都會對個光學質素有少少影響啊！你點靚都總有少少嘅，但係分別係你睇唔睇得出嘅啫。冇錯。咁樣咁，但係呢啲睇個人啦。咁但係我自己都建議大家買塊靚啲，尤其是你越靚嘅鏡。就買塊靚啲嘅保護 filter 板前面，咁而家因為而家靚嗰啲真係我諗都唔係咁睇得出㗎啦個分別，即係就算擺埋比拼都睇唔出喎。我意思係，哦係啊係啊，係啦咁，試過嘅，係啦咁，但係你多咗樣嘢，即係 even 你好小心用，冇刮，從來冇刮花，但係起碼佢有咩事污糟咗，你起勢揾嘢抹咧，你都好安心咁去抹，係啦，係啦咁樣咯。同埋靚啲嘅保護 filter 咧，其實佢都用。佢都有加一種叫我哋頭先講嘅叫做防污嘅塗層嘅，係啦，好容易抹乾淨嘅，同埋唔會流水積水點嘅。係啦係啦，所以就買塊好啲嘅啦，咁就擺上去。咁有幾種分嘅，有一種直情叫 protector 嘅。protector 就係話嗰塊玻璃咧係完全對光學冇完全冇任何影響嘅，即係你有幾多光。射入去佢就有幾多光走翻出嚟㗎啦，咁當然佢會點都減咗少少嘅，咁但係咧，即係佢唔會對任何
即係特獨特波長嘅光，即係減多啲或者減少啲。咁呢啲咪好睇啦。咁但係一般以往咧，大家都習慣用一隻叫 UV 嘅 filter 嘅。咁 UV filter UV 即係 ultraviolet 啦，咁就係、是理論上佢係會濾走咗啲紫外線嘅嚇。咁、但係對攝影上，即係而家數碼相機係完全冇關係嘅，係啊，所以就都有。即係，但係只係以前啲人習慣咗咁用，咁一路都可能用翻 UV filter 啦。咁再主要都係呢兩種啦。嚇、啊，咁但係呢支鏡買咩 filter 好？咁你咁貴買翻支廢買翻塊廢 filter 咯。貴啲啦，咁就品牌我唔特別講啦。咁但係可以我頭先講啦，最好有嗰座叫做科懷嘅塗層、覆塗層，即係防污嗰只。咁通常而家新嘅鏡片，如果佢話到俾你聽有覆塗層咧，嗰塊鏡片嗰個級數咧應該都唔會低嘅，應該都會靚噶啦，咁樣咯。係冇錯。OK， 好啦，咁啊今日咁多先啦，咁啊感謝各位嘅支持啊，咁啊希望大家繼續問多啲問題啦。唔該曬。OK， 好，拜拜。拜拜。